We pray for Ukraine, O you rain.有一次我去一个同修家里吃饭呢，有一个气功师，他准备跟师父学了，他正在吃素，现在时间还没有够，他就用天眼看我们，他说他跟师父很有缘分呢，他就说他看到我很光亮啊，可是我自己看不到光，我的心，都是外面的人。看比你们清楚，哎，太靠太近嘛，看不清楚没关系，有别人看总比没有人看的好，是吗？有时候外面的人讲，我们更相信。啊，师父讲的是，哎呀，那个人嘛，他要我相信他，当然他讲这样。我打坐的时候一般是杂念很多，没关系，就是你头脑而已，你的灵魂没有杂念。OK， 谢谢师父、哎。因为那些杂念在让你看不到光，不过光是在的，不然的话怎么人会看到你呢？是不是？而且那些人他跟你说你很光亮，他收到什么红包呢？没有啊，他不用这样说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而且人家修行呢不会说谎的，说谎没什么用，他知道他们有信仰的人不敢说这样子啊。说这种话语会下地狱啊，是吗？是。哎呀，所以人家讲的要相信，有时候我们头脑骗我们啊，遮挡我们，不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本性。不过因为这样子也很渴望啊，师父就应该找别人看给你听，不然的话，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啊，像那个师姐也就找别人看啊，跟咕噜咕噜。跟师傅比一比，哎呀，你们去哪里比都好，我不怕啊，让你们知道谁是谁。越去比越明白，越看越明白。好，别的，师傅你好，我是今年3月3号，刚刚念心的，那个念心两个月。这种问题。我也讲了一声，我管他了。一心两个月吧，我在这两个月中，那个观音吧，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体验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化身师傅我也没有见到，但是我觉得师傅好像无时无刻都在关着我。就是我像这次我来到这里，全靠师傅的帮忙，神奇般的就到了这里，就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换卡办证。几分钟就，我就觉得好像就不行了，几分钟就到那里就给换上了，让我在6号赶到了这里。我赶到这个师傅在去的路上，我就一路的念，我就有时候就念一句，就这也就好像一种信心，就一下子很到过关出境都很顺利，我感到很激动。那个虽然我没有那个那么多的那些有形有象的体验。但是呢，我一直坚信师傅。我想，只有如果你能，在没有体验的情况下，如果能够坚信师傅，师傅一定会帮助照顾你，指导你进步，哎，这是我自己的感受。我想有时候师傅吧，在那个虽然我看不到什么，但是有时候化身师傅通过各种渠道，通过有时候。我正要问这么通过那个看书看到了，有时候通过我的女儿，我女儿刚刚9岁，告诉我师傅怎么告诉你，会通过她又能总能看到师傅那个形象，或者师傅跟你说，让她说我来的时候就是我说我能不能去，我心里特别着急的情况下，我说你帮我问问，她说你要换卡的时候你要念5句，就想师傅你就能去，那个她老看到师傅，而且还有孕期1个多月的时候吧。那个有一天晚上，我就后来有一个师兄说，就你让小孩也不要讲这个，不要问他体验。有一天晚上我也不问他了。后来完了以后，我原来没隐心之前，我老问他，我说您看我什么时候能隐心啊？他说师傅告诉你3月份就能。后来果然就能隐心了。然后后来有一次，他说那个小孩生活了。
不是，我那时候寡人是典型的中国人。那我看不到，但我觉得好像师傅也是通过他来，是不是告诉我，就是让我有信心有力量。有一次他说我太老，他的就是我爱人的姥姥，他说妈妈你别动，你别跟我说话。他说看着，他说我太老了，在莲花上站着上去了，坐在莲花，站在莲花台上，我就也特别动。我虽然我没有这些体验，但是我非常坚信师傅，但我这我想这个路我选的太对了，好不好？休息一下，给别人讲话，然后也许在那家里呼吸一下。谢谢。好，别的。师傅，我问一个有关共修的问题，因为在我们那个组当中呢，有差不多有九个人，而且呢，我们是分成两班，他们上午班的时候就4点钟打到7点，然后呢，上晚班的时候10点钟。因为我们后来又加进一个就是外地的一个同修，因为他19岁。他不经常参加那个共修，所以呢，他去打坐的时候，其他人感觉特别不舒服。然后第二天呢，我就跟他讲，你是不是应该在外面多修行，多看看教理以后，然后你再参加共修。后来就其他的师姐师兄，他说，哎，你这么没有爱心，他说你应该让他参加，你应该帮助他。我说那好吧。第二天让他去了，去了以后，然后呢，他又接着我们特别不舒服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，怎么今天还这样？他说的，我上午去踢球。他喜欢踢球，因为你共修的当天不应该再去踢球，因为已经非常累了。什么？去踢那个足球。哦，对，上晚的不是，是他的。他上晚班，上午的时间应该就说你可以，就如果共修之前，你都劝他要休息呀、啊。但是后来以后，我又发现他就跟其他的女孩子就是开玩笑逗我，后来以后就说很多就是身口意不太干净，这样的话呢。我又把他赶出去，所以呢，他们又说，哎，这样是不是做右是没有爱心了？不要赶人家嘛，叫他坐后面就好了，坐远一点，坐远一点。哎，如果很不舒服的话，那等一会下他会好了，然后你们也一起好了。对，因为我怕以后再出现类似的问题，因为以后他有人新的嘛，有一些新的人是这样子啊。不，他已经一心差不多两年了，两年哈，大概修行不大，很差哈。嗯啊。我放他在家里的更差吧。是，嗯，最少他有来共修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要忍耐一下哈，多劝劝他，跟他讲一下哈，叫他多专心一点，嗯，那省元气共修，嗯，好，共修以前要多专心啊，身口也干净一点。他跟女孩子斗的这是很普通的事情，你叫他当同性恋了是什么啊？他是年轻，当然看到女孩子会聊聊啊，哈、啊，他想找女朋友啊，很普通的事情啊。如果他不找才怪，一定有问题。好吧，你们不要太管他了，越注意越会觉得不舒服啊，你自己注意自己的。好吗？哎，如果觉得在他方面不舒服，那就在别的方面嘛。OK， 嗯，你、yeah. 师傅你好啊、我3年前在一个师姐家里啊、偶然听到师傅唱的歌，非常感动。嗯，2年之后印了心。我的印心之前也是有耳鸣现象，现在就是。嗯，不做观音，不做观光啊、耳边也还是有声音，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。没什么问题了，没关系，你想听就听，不想听就不理他。我讲是那个桌面的事情而已啊，嗯、啊。如果平常的在到处都听到，那普通的没关系。OK， 谢谢师傅。客气，就是有一些人桌面太大了，他困扰他，他没办法，没办法忽略他了。如果能够。不管他把注意力拉到右面或是拉到上面来就 OK 了、啊、或是那些声音都到处整脑都是的话也是没关系，普通的 yeah. 请问师父，我们有时候做一件事或者有一种想法出来的时候，有可能有出于不同的原因，但是我怎么分辨我这种想法或这种做法的时候是出于我的我执，还是出于我的本性比较良好的那一面呢？我觉得有时候我分不清楚。嗯，没关系，不管他了啊。你还很想做什么你就做啊，啊，除了不要伤害别人啊，伤害到自己就 OK 了
啊，但是试看看啊。但是如果我分不清楚，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自己是为什么而做的话，有时候会觉得会增长自己的我执，或是有阻碍修行。哎呀，不管他嘛，如果就好玩也可以啊，何必每次何必每次都是做惊天动地的事呢？啊，那好，谢谢师父，放松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又不是去替上帝主理这个宇宙的了。师父你好，嗯啊，我打坐的时候，嗯，好像有，特别是观音的时候，体验并不是很好。可是有的时候我睡着了，醒来之前我会听见很美妙的声音，有的时候是女高音，有的时候是那个什么 Harper， 很好听的音乐。我不知道是魔在考验我，叫我躺着不要起来打坐呢，还是真的放心。那现在还这么年轻，魔怎么考你？他用 Harp 考你干什么？他如果要考你，就用 Hammer， 不是用。可是我坐在那里打坐的时候，我听不到，听见这个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因为你打坐的时候太任性了，在那边一直等着，一直干扰自己啊，一直挣扎，所以那个声音他没办法来，他来了你就挡掉了啊。那个你放松的，你不打坐的时候，你就头脑没有那么分析那么多，你说现在不打坐了啊，这精神没有很急啊。就声音本来等很久在门口，还有赶快跑进来，你就听他嘛，欢迎他 ，OK。好的，谢谢师父。没有关系，嗯、啊，怎么还这么年轻？小孩都好吗？好。先生呢？啊，先生好。OK， 嗯，师父你好。我是今年一月份进行的，我在吃素的三个月过程中，已经体验满满。外在体验、内在体验都非常好。嗯，恭喜，感谢师父。嗯，每个月都要感冒一次，而且就是是医院的常客，都认识我，去打吊瓶发烧。我就没有印心的时候，就在吃素的过程中我就好了。我怎么知道我好了呢？我就那个月哈、啊、也是觉得不舒服。我就说应该发烧了，怎么没发烧呢？你还要发烧吗？可以啊。我就一看嗓子哈，有两个脓点儿，就说明已经就是扁条线已经化脓了，但是我没有发烧，哎呦，我非常激动的哭了，从那以后呢，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发烧过，感谢师父。不客气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不要提他，要再来。另外，哎，师父，我以前学过中宫，因为我身体不好，学中宫的时候吧，我就这个胸口这地方堵。打坐的时候就这个地方就堵，现在呢好多了，但是还是不行，有的时候总是共修的时候就好，自己打坐的时候就堵。嗯，师父，嗯，尽量吐过。嗯，好，谢谢师父。尽量多做多一点，多一点，每一次多一点点 ，OK。好，让他真的通过为止哈。嗯，习惯了，习惯。师父好，我是印心了已经八个月了。就是印心以前和印心以后呢，体验都比较不错。嗯，谢谢师父。另外，我临行前来打禅的时候，我的先生说让我代问师父好。然后呢，就是他说他很想念师父。你也代问他好。谢谢师父。替我问他。谢谢。还可以吗？灯光还可以吗？这个不需要的话，就那种太黑。师父好。嗯。感谢在这儿。感谢师父几年来对我的照顾，我从印心以后处处都觉得改变了，生活也好了，家庭关系也好了，经济上呢也有大的好转。另外这几年两年前呀、啊、我这个得了乳腺癌，因为我印心以后嘛，我知道我得了这个，我就没在意。后来这个过了三年，我才去做这手术，因为它已经都长出来了，已经都碰破了，流脓水了。后来医院说你这个就不开刀就不行了，都已经扩散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才去做的手术，就开了刀。开刀以后呢，医生说，那得必须得化疗了。
这个我因为我以前见过化疗的效果不是那么太好，所以我相信师傅，我就没有再去做化疗。半年以后呢，去那个复查，哎，我一切指标都正常，他们都很惊讶，我也没吃过一粒药，什么都没吃，也没有做什么任何的。你好干啊，因为。我那个一好赖皮，原来呢，我一直坚持不去，不愿意上医院做手术。后来我就听师傅的录音带，师傅说你的定力还不够，你病了以后你要上医院。哎呦，我马上我就决定，我说那我得去了，我的定力是不够，就这样才去做的手术。像现在我的身体完全都很好了。